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海浩？后后天去胡志明。胡志明，你想去胡志明嗨三天对吧？不直播，不直播，不拍视频，对，嗨 ，OK。对。听话吗 ？OK。OK， 行。OK。海浩。海浩妈。啊，谢谢。OK。天哪，我们不憋给那个先先的海浩啊。海浩跟我喝醉了。老板喝醉了。喝醉了，家人们。喝醉了。喝醉了。带着四个女孩子逛压马路，四个五个女孩，四个五个，五个女孩。想不想去胡志明啊？来，你们跟他聊嘞，云云你聊嘞。来了，吃宵夜嘞。吃宵夜啊？就知道吃吃喝喝就开心啊，买衣服就开心。老板骂一句就哭，你哭哥还说辞职，你下次再说辞职，我打死你啊！这样的就算了啊，要哭就哭，笑就笑。对，对了，啊，这小帅哥他准备干嘛呢？撩我们的妹妹？打你！啊，去吧，我们去在住在那个郑哥家，然后就不用酒店费了，多玩几天啊！然后他说我们来酒吧就滚见过你在胡志明有朋友啊？有，我都酒大别墅哎，不用钱哎。哦，那我们去别墅玩了。他那个好朋友哎，好兄弟哎。可以，那去吧。他那个你知道他那个吹吹牛啊？他那个别墅一个月啊？嗯。还张交。一个月啊？嗯，你别心动啊，看他帅哥。他有他有老婆了吗？你是我的。不是我，他有老婆了吗？你老婆有秘书，你别想了，别想了。我在哪里没有朋友了？可以做他的小老婆。你他妈的说这种话，那你做我的小老婆吧。不，你说这种话。他，啊，救我！你怎么这样？云云，你刚刚知道说明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我说那个郑哥就是有钱耶，他说他可以做他的小老婆。怎么这样啊，苏米啊！不要告诉别人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视频拍下来了，以后一年后。开玩笑的。没事。一年后郑哥还要不要你？一年后估计孩子他妈了都。都喝醉了啊！大家开玩笑，酒话喝酒话。酒话，我喝最多今天。你喝最多啊？酒话，才喝了两瓶而已。啊，拍起来，封起来，家人们，封起来。老公，哎，老婆，你的小老婆在这，郑哥。你们四个都是我的小老婆。不是，我是郑哥的小老婆。你是郑哥的小老婆，郑哥一年之后看到这个视频，他妈的他又。郑哥是谁？这，都喝醉了。家人们，他谁的身材？人家的认身材嘞。哦，人家的身材怎么了？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他要自责吗？为什么？你不给他扭腰在直播间。扭腰？他今天的穿着哦，明天给你扭腰，明天给你扭腰，哎，对不起。他穿这么性感的，哦，不给人家跳舞。啊，哎，对不起，海鹤，我给你扭腰 ，OK。我给你当扭腰。快点。刚刚我们喝醉了就是这样的，家人们，一年之后你们看到视频会不会骂死我们？会不会后悔刷礼物啊？妈的，是的，好不好啦？哇，哎，谁都这样的，谁都这样啊？不给你生，你这个太坏了。啊！我的老公，妈，老公嫌弃我了。搞，老公！哎呦，完蛋了！别追我！完了！老公，我来了，宝贝！宝贝哥，你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好可怕，真的！宝贝，我问你，你说一句话，救我！老公，救我！救命啊，家人们！老公，只有谢谢喝醉的是这样的，家人们，你看。老公，来，海鸥，哎呀。老公，
两个老公太难了，打他打啊，嗯，先去吃宵夜，刚从酒吧出来，嗯，好了，休息一下，太累了，太累了啊，嗯，好玩吗，家人们？最嗨的啊、哦！这不嗨，你到胡志明才嗨了。我跟你讲，刚刚才有帅哥给我抱抱啦，请我喝酒啦，请你喝酒啦，有什么意思？要抱抱亲亲？不敢，不敢，害羞嘛？不要害羞，那我给你。哎，不要，不要哥，你心里面要的要命。这个他就是我的菜，高高大大的。不要你。彩虹，你怎么这么红了你？没喝啊，喝啤酒，害羞啊，喝啤酒，哎呀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牙痛，我都陪你喝嘞，谁让你跟陪陪喝啊，我牙痛哎，喝，哎，你以为我想喝吗，那你但是你请我，嗯，好来吧，来吧宝贝啊，你们搞这个就是不烫的话，就是你不要给它有这个看得到就可以不烫了。什么？嗯、不烫就干啥呀？不烫就不烫了，你们自己说嘞。不烫的。住嘴。Hello。Hey 哦。Hey 哦。我踩到这个了，就刚好了。你们太坏了！现在要这样，空娘有。现在哪个空娘有？这是你的。嗯。Hello， 家人们。家人们。我们喝醉了。老公，我喝醉了。老婆，我也喝醉了。我们可以上来个宝宝吗，老公？今年的，明年的他。有一个宝宝，多是魔神佛老公，哎呀妈呀，老公，救命！你好帅呀，我爱死你了！哎呀妈呀，救命！老公，我的老公啊，你不要跟别的女孩玩啊！对呀、啊，你不可以这么坏，好吗？未来的老公，你不能跟别人住在一起，你不跟别人一起上一个床。你不行，你不能。你要记住，你不可以跟别人在一起，好吗？对。不可以做跟我对不起的事情。老公，今天我们去酒吧。老板，骂。没有，今天没有骂过。但是我压力太大了，上午要上课，我下午要上班，从一点到十一点，多么辛苦的小姑娘，好心疼你，但是晚上很嗨的，太辛苦了我，老公我不要努力了，希望你以后有车有车有房有钱，可以养我们老公啊，救命，你的老婆醉了，快来娶她，你早点休息啊。明天还要穿米呢，啊，拜拜老公，晚安，么么哒，啊哈哈，走上去，哎呀，老公啊，晚安哦，爱你哦，妈，啊，好了，你要干嘛？这么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撒狗粮对吧？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的，我也想吃，然后。
云云骂我，你给我一个脸，给这么小我不吃喽，大一点可以吗？看最大的了，最大的这么小，三狗娘了啊！我怀疑他们都爱了海后，我怀疑海后喜欢女孩子，要不跟仙仙，要不跟云云这样的，真的很怀疑。你怎么这样的？哎，海后呀，云云刚刚骂我了，他在我小声一点，他自己又没看手机，要别人小声一点。云云怎么这么凶啊？你看高冷凶，他平时都是这样对我的，不理我，要不就骂我，就这两个，要不就不理，要不就骂我，太难了我。还是苏敏，苏敏，安鬼肉，苏敏，哎，啊，苏敏你我了，谢谢，老公，哥老公，海后，嗯，就云云不理我，哎。凶凶的云云啊，家人们我们回家了，别管，没那么管的，中国管得太那个了，回家了，妈的什么都不能说完，是这个凶明回家了，今天我们有一个晚上的才能我们，你不是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跟老公，老公，今天晚上我们是小孩，好不好？